郑总，咱好运宫咱的太子位这个贡菜，我哩烟花富贵万事如意，拢总个当通顺来吼。真感谢咱的这么侪这个信徒，咱这么侪善男信女，对着咱好运宫啤酒天上圣杯，给咱太子位水如意中心，大家互相虔诚，哎，有咱来出力，咱大家顺平吼，做事业会当大发达，有钱出钱，互你平安顺钱赚大钱。谢谢你，感谢哈。哎，今仔日是不是这个是今日因为是咱岁数归数年，过年十月二十六日，农历是咱九月二十二日哦，礼拜六哎，有咱咱本宫哎，福安宫啤酒推上圣庙，会给咱本宫太子位的领导祝福、罗祝、祝福一道吃。好，咱今仔日这个大好日子吼，先望咱个这年节这个时段，哎，这个光临，甲咱赞助，甲咱捧场，予咱两岸间的这个哎，咱的这个盛会交接会当圆满、成功、顺利吼。感谢您，谢谢您，阿来联合跟咱赞助，杨春梅，咱来赞助大哥，诚心诚意来捧场，甲捧场赞助，谢谢您，感谢咱咱好安公司做为辛苦劳苦这个高价，阿咱主厨这高价，你给咱赞助大滴吼，非常感谢着咱陈坤海，陈大哥，劳主咱的这个陈坤海吼，哎，举手一下吧。感谢咱陈大哥，哎，来赞助贡菜，谢谢3000块咱捧场赞助，谢谢。啊，我无人拍布啊，有人开钱啊，咱来给拍布啊，这是咱今日的这董事长吼。啊，感谢阮的太子位这个罗主，谢谢，感谢。你给咱真不声，哎，真的不声在倒位，是这来，谢谢。咱拍布啊，真好无？你完赞助给咱太子位今仔日这个贡菜3000块咱捧场，谢谢。你给咱廖俊枪枪诶。对，对对对，佮拍破我一个了，俊枪吼，来自咱利润的了，感谢我咱个捧场，这是咱的这个副楼主吼，谢谢一个咱陈平哥，我的陈董事长吼，啊，我的这个委员以及我的干事啦，感谢，谢谢，哎，咱的这个秘鲁吼，秘鲁哎哎，甲咱安排三箱，真感谢金牌秘鲁吼，感谢伊咱捧场赞助，一个咱商贸会这个会长李玉珍小姐，哎，咱的高粱的五罐。拍破我一下无，谢谢。感谢阮玉珍阿姐吼，也说讲我那足辛苦，对咱好员工诚诚心，哎，诚用心吼，伫咱个厨房个，我那是咱个诚骨力个即个职工吼，哎，即厨房甲咱监督非常个赞，即爱去家拍一个破瓦甲鼓励一下，感谢一下好无？感谢咱会长李玉珍小姐，谢谢。辛苦啦嘿，伊叫咱厨房个所有职工吼，每一届拢总互恁安尼诚无闲安尼吼，代表咱今日好员工吼，表示谢谢，啊，你叫孙阿哥。感谢您，啊，已经对咱所有好朋友吼，今日来甲捧场吼，所有赞助大哥吼，谢谢您，感谢您，大家平安顺心多赚钱，谢谢。啊，咱即摆来首先先甲安排邀请，啊，咱的这个主任委员，咱的王明坤吼，去来甲咱现场来宾，大家感谢一下吼，先邀请咱的主任委员，等下再邀请我的会长吼，啊，做些准备一下来，先邀请到咱的王明坤王主任委员，谢谢。今天真正水哦！哎，今天是咱化缘宫太子位新区楼主移交的好日子吼、哦。啊，今仔日看到遮多咱真久无看到的好朋友，啊，伫太子位这新区楼主移交的表面上，太子位是咱化缘宫，有化缘宫以来就有一个太子位，啊，太子位的历史嘛真悠久，过去咱太子位，会使讲，也是有一段足辉煌的时阵，啊，迄是较老一辈的时阵，咱万宁兄弟应该就知影。啊，当时咱这个后尾有这个夜市啊，啊，夜市啊内底这个人员，就是咱太子会的元帅，啊，这个人员有租一个啊跳高亭，迄阵的跳高亭，伊后尾个啊，那边有点头出门，咱的跳高亭会使讲。就是上老的，阿妈上老的，啊，是说这老一代慢慢凋零了后，即摆换到新的一代，中代、中生代开始接来的时阵，咱就慢慢啊，即个啊，工课就拢无来接续落去，啊，所以本来咱的太子会是由咱范江啊，咱来派这个组长来有一个太子会的组长。啊，然后到这个詹国祥先生，啊，都来咧，不时咧甲我建议，讲爱太子会要来独立。啊，迄个时阵，马上来甲太子元帅请示，哦，啊，吼，这个太子会
一个再成立一个太子会，迄阵是组长，即摆变做会长，啊，为张国祥开始做第一届，啊，到即个张国祥先生了后，经过几来位，啊，到陈坤爱先生，会使讲陈坤爱煞，啊，即最近呢，来做即个会长，最近呢会使讲做上久的，差不多六七年，即六七年的中间，啊，最近呢在做吼，无好无歹啦吼，啊，大家不时在甲酸。啊，酸酸的嘛是感觉讲伊做了袂歹，你较软软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嘛，甲咱这个最近遐吼，甲拍一下鼓啊。咱今仔日是辛苦卢主席到啦吼。啊，咱101的卢主席吼，坤阿兄，啊，两个副卢主席就是张国兴，啊，甲这个廖俊昌。啊，张国祥甲廖俊昌吼，嘛是本宫过去吼付出真多。啊，廖俊昌做这个副楼主，所以咱今年吼去鹿港进修三天的时间，为着咱廖俊昌，因为伊做副楼主，所以咱拢总差不多800个人咧行，一个人加行20公里，都行16000公里。啊，咧大家咧讲，咱有重视太子会无？咱拢足重视太子会，若无重视太子会，咱袂去行16000公里。哦，啊，所以廖俊昌哦，伊今年咱同款，嘛是搁钓三工个，嘛是搁要行原来路线。俊昌兄，你看要安怎办？要甲你搁照常？我看唔好，你买我嘛唔。哦，伊实在上啦吼，啊，顶位确实是为着，今年确实是为着你个。啊，咱102个卢主，咱太子个卢主看到凯文哦，啊，凯文兄啊，甲这个。啊，最近啊，咱会长也是副楼主，啊，这个啊，咱阿安正安尼啊，哦，咱的副楼主，啊，甲这个郭妙仪，就是咱的主事，啊，这个今年的102的楼主哦，凯文，我捌你10年啦吼，迄、哦那个十年的时阵，凯文来，凯文请进来这个，凯文我捌你的时阵哦，是还佫差不多20岁，即摆经过10年哦，凯文应该30岁左右啊啦。开门有无？我无看到你。开门伫底？我无看到你。哦，阮发现了吼，迄个时阵就是第一次去行路去鹿港，去鹿港开门，迄阵陈英栋咱担当的吼，就甲咱招一班旧班，负责扛到鹿港，搁扛倒转来。伊当做3班内底其中一班，迄阵开门就来扛咱这个旧啊。啊，开门迄个时阵是囡仔尔。即摆已经30岁啊，所以时间咧过真紧嘞。咱用行路去鹿港的时间，嘛已经10年啊。即10年的中间，凯文有甲恁上少当3年，就是头啊迄上艰苦的3年，即、这个凯文拢总有来参与着。所以咱太子会所有的人员，甲咱方快乐的人员，会当讲是拢总袂当啊，即挂袂开的啊，永远嘛是袂当的。啊，所以伫咱快乐内底有啥物？在跟这10年的中间，要去鹿港进乡，若无太子会这人员来到支援，我相信这个工作要办成的困难度嘛足大。所以这，我们要感谢咱所有太子会啊，咱这个啊，咱这个好朋友啊，咱这个大兄小弟啦吼，啊，这兄弟姊妹啊，恁大家多年来一道相共啊，咱太子会希望在凯文做这任的会长了后，会当将咱过去。遮太子会有一挂做较无够的所在，咱整个结构上啊，来做一个改变，啊，有这太子会的以后真真正正，就是做一个咱寺庙、咱妈祖的前方，或、啊、者是我遮上大的期待、甲盼望吼。啊，咱今仔日足济人吼，嘛、啊、来攀咱太子会场啦吼，像咱圣母会会长，我咧看咱新古老厝咧预告的时阵。咱信保会会长嘛无来参加，可见哦，咱这个玉清姐啊吼，嘛是足捧着咱最近的啦吼。啊，玉清姐啊吼，伫咱妈祖庙，不管大细摊都对啦吼，伊拢总无用有着，会使讲伫咱广西化缘宫，咱化缘宫不管是做一千人、做2000人，甚至做2摊3摊，伊拢甲办去，啊，伊手来足济义工，拢在会当甲伊合作。啊！咱树立咱化缘宫这个食的部分，会当予所有来甲恁参与，来甲恁奉供，啊，这个幼宫大家拢足欢喜，所以大家足爱来的原因，
就是因为玉清姐啊，都有伊顾着咱来位，啊，而且嘛，甲玉清姐啊，感谢一下吼，趁这个机会。啊，再来，我爱甲各位报告一下吼，嘛是需要咱太祖的这个啊朋友到三工一下吼。咱化妆过去，就是在民国1993年的时候，咱甲大家嘛，这边有去啊湄洲岛凋谢。啊，迄个时阵，距离即嘛已经10年左右。咱去年，咱有参加顺天桥，啊嘛去湄洲岛凋谢，啊，这是去年的代志。今年由咱化妆家己主办，啊，就是伫12月20日、22、23这四天，3天4天，要去咱湄洲岛凋谢，啊，兼这个啊旅游吼，厦门、泉州，啊，甲顶迄个漳州，啊，难得有这个好机会，请各位尽量来报名。啊，咱这回要参与的人数，拢总有760位。760位就是鹿港新祖宫，咱的祖庙嘛，含咱社会即个要来同齐来啊，湄洲岛凋谢，因有60个，咱有700个，拢总名额是760个。啊，因即个鹿港这边60个已经所召集的人员嘛，拢已经有啊。咱这边100个，还佫差差不多20几个。啊，请各位踊跃参加太祖的即个好兄弟啊吼！拄则我来拜托建宏爷，建宏爷讲无问题，无够，伊总处理啦吼。啊，咱甲各方面吼，感谢一下。若有无法度的时阵，我拢找各个各迄个各方面，各方面在咱啊，咱福安宫社区的理迄个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。啊，我若有啥物困难找伊，伊拢会甲我帮忙。啊，所以感谢咱各方面啦吼。啊，请各位踊跃参加。啊，明仔载，咱有一间宫大业啊，迄间唔知啥物宫吼，我袂记得。要来这风景，咱的台中北区福德寺。啊，北区福德寺哦。嘿。明仔载差不多2点至3点，要来这风景，这景是唔捌来啦吼、哦。啊，有一天，伊讲甲新龙毛巾这个董事长吼，伊、哦、是亲家关的，啊有一天走来都拄着我，啊咧甲讲，因六头的游览车要来，啊所以第一次来的人客吼、哦，咱甲台中这边我特别有缘。咱来的时候，咱五六人、四人的咧，咱太祖的这个灵活哦，我来邀约来参加一下吼、哦，明仔载来共接待一下，啊而且。啊，交接各位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啊，咱副主席也来伫遮啦吼。啊，咱迄个班代表啊，志林兄，啊，咱迄个廖董诶，廖云山小姐吼，诶，足久无看啊，即摆同款风采依旧。听讲即摆升奉副总裁啊，唔知影。啊，我即摆吼，讲话较袂顺哦，啊，所以哦，可能较袂食我。啊，那啊，得交了各位诶时间，请大家啊，小谅解一下。啊，祝今仔日大会圆满，辛苦老师依旧。大家预告了后，大家家庭美满、幸福、平安。谢谢，感谢，来，感谢我们欧文副委员。